據統計局的數字，十月份全職工作減少71,700份，兼職工作增加了17,700份。十月份的失業率大幅上升，出乎經濟師的預期，同時亦都抵消了九月份增加的61,000個工作職位。十月份流失的職位主要是來自製造業，其次就是建築業，只有自然資源行業職位有所增加。由地區來看，全國有半數省份的失業率上升，其中安省在十月份一共流失了39,000個職位，失業率上升0.5%到8.1%，遠遠高出全國水平。安省經濟發展廳長杜傑就形容出現職位流失是一個挫折，但他同時指出，本國在今年所創造的職位有大約一半是來自安省。反對黨就認為數據證明自由黨政府是向緊錯誤的方向發展，應該開始聽取反對黨的創造就業計劃。 VTV 雷智日報導。